尝试去炒一炒这个东道之兵。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做。那我想呢，现场也肯定会有很多的粉丝想教你怎么做。一会儿我们再跟你去私下再探讨这个问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也知道了，现场呢，我们的这个龟贤也是非常得到现场所有的粉丝的喜欢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龟贤的人在哪里？很多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其实我不会回答，我想问一下你，你在中国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座？可以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城市常州。没错，我们的龟贤说他最喜欢的是常州。那么我希望呢，在我们演出结束之后，我们现场的粉丝可以带着我们的龟贤去游玩常州。那么我也很希望我们的龟贤可以来我们的环球恐龙城去玩一玩，因为环球恐龙城在今年已经被列为我们国家荣获五 A 级称号的旅游地点，也是我们非常棒的一个主题乐园。好的。OK， 那么现在我在上场之前呢，也做了一些搜查。我知道在我们《星火之恋》